你个街啊！你撞到我部车啦，死穷鬼！你个屎忽鬼有钱大晒啊！部车咁 cheap 就唔好揸出嚟丢架啦！你件蛋散咁肥就唔好出嚟影响市容啦！你个扑我扑你老尾！你做人精做鬼唔靓！我咩我啊！我顶你个肺！我叉你个胃！我闹到你扑街冚家富贵！沈哥，呢个我妈子嚟噶？咦？莫非你就是广州四大美女天河小姐？美咩女啊？我咁肥影响市容啊！白有呢种叫做出水芙蓉。亭亭玉立啊！佢系乜水啊？呢个我条仔粉哥啊！哦，你就系广东软饭界第一把交椅。世人对我不嬲都存在些少误解啊！你专沟有钱女，即系想食软饭啦，有咩误解啊？有钱系女人优质嘅综合体现，追求优质伴侣人之常情啫。你呢只冚家铲又讲得几有道理喎、啊！粉哥好有才华噶。他写了一本名著如何讨取老婆欢心。讨取老婆欢心是每一个成功男人必备的修养啊。